前，我感冒好多了。好了，我感冒好多了，最近都没有乱跑，圣诞节都没有出去玩，然后就一直养病，然后这次我的感冒居然那么快就好了，现在还一点点，鼻子还有一点点闷，应该是这两天说话的习惯，闷鼻子的习惯还没调过来。真的就是好淑女对吧？我跟大家讲，就是我今天收到一样东西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小贱人们，晚上好。我今天被妈妈扔在家，果然有效果。我妈妈感冒了。我跟你们讲，感冒这种事情，就是好得快，是要过个人。好的快的。我妈妈现在不想理我。我妈妈圣诞节都没跟我一起过。她没带我出去，本来说好晚上就是去找好吃的。我说圣诞节外面人多，她说早点出门嘛。然后后来她听我电话里面咳嗽。然后后来他晚上过来到我这边找我，到我这边坐了会儿，给我带了点银耳羹什么的，还带了点炒青菜。他说他最近发现他自己炒的青菜特别好吃。他到现在才发现炒青菜的秘诀。谢谢童静静。对的，我妈到现在才刚研究出炒青菜的秘诀。然后就在我这边稍微坐了会儿，然后撸了会儿胖丁。然后感叹了一下胖丁的颜值，然后后来就回去了。然后他今天跟我说他感觉他感冒了。我会的。谢谢静静，谢谢。哎，你们这边都今天的时间长了对吧？谢谢你们没有关掉续费。我今天特地把颜色配得很配，我给你们看，这个衣服有个很大很大的帽子。这个帽子戴上会像女巫，很温暖，是不是看起来很舒服？是不是？是不是看起来很……我邻居到家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帽子戴起来就很可爱，这个衣服。然后我今天收到一个包裹，是我的老房管，我最老最老的老房管老邻里给我寄了圣诞礼物，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什么我要在直播间说这个事儿呢？因为我收到他这个礼物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的意思。他的意思一定是让我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然后呢，我先跟你们说，我收到礼物之后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。这个，哎，等等，我的声音对不对啊？对的，这个矛盾的感觉在哪呢？就是我一方面觉得这玩意儿吧，就很羞耻，就特别的羞耻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吧？就，但是我很喜欢，就又羞耻又喜欢的，然后就是很想让大家看看这个小东西，但是呢。又觉得不好意思，所以呢，我就说，就是我要不直播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们觉得好看的话，我就尝试把它带出去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他送了我一顶，戴上看一下，就不要笑，不要笑，没事，不要乱笑，这样，这个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东西就奇怪在哪里，就是它其实挺好看的。就是你知道，你们懂我的感觉吗？我现在戴上你们能感觉到吗？就是它其实真的挺好看的，但是没有人会把这个东西带出去，而且它质感很好，我估计还挺贵的。头大是吗？我头一直挺大的。然后我把后面的解开啊，这是两个耳朵。
我很矛盾，因为就是我很少能找到适合我的帽子，你们懂吗？求链接我也不知道是林立送的，就是我很少很少能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帽子，就是戴上去真的好看，因为我的头特别大，大部分帽子我戴的都是小的，然后但是这顶呢，就在我的头上正正好好，很舒服。然后它还可以，就是如果发型很复杂的话，就出去如果觉得这样太累赘的话，可以把它绑起来，就绑在上面，也可以放下来，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就 就没有小，是因为我头发上面扎着，然后把它顶出来了，大小是正好的，就跟我的头天作之合，你们懂我的感觉吗？我把它带到前面来看看。在他前面，所以我今天直播间的标题是这个。你们平时老说我猪猪，我是不承认的。但是有这顶可爱的帽子，我认了也就认了。我头前面有几根小碎发，就 你们懂这个感觉吗？感冒好的差不多了，你们懂我的感觉吗？就因为的确我觉得挺好看的，但是我又不能真的把它带出去，我就觉得很矛盾。谢谢丸子的么么哒。你们应该懂我的感觉。我先把它绑起来吧，两边放下来，感觉好像有点复杂。把它绑起来，还是放在上面，或者放在上面可爱一点。带去店里，我怕吓到客人，觉得这什么神经病开的店，我怎么放心把自己的耳朵交给他？不行，带去店里不行。你们能想到有什么场合可以用这个帽子吗？谢谢玲玲。你们能想到有什么场合吗？然后除此之外，他还送了我一个头套，头套晚一点再用吧。对，林丽送了我个很结实的套子。万圣节，假装不在意他人目光，这个帽子有点像电饭煲。好了，谢谢老林丽的帽子。我晚上先戴会儿吧，待会儿再脱下来。其实我今天的发型跟衣服比较配，场合和我约会比较什么鬼？交流病情的时候戴这个帽子，好吧？那我如果下次如果发烧了或者干嘛，如果就是我承诺大家，如果有一天我要去医院或者是去看看。看朋友啊，或者是自己去医院看病开药的时候，我绝对把这个帽子戴着。病人嘛，要注意保暖的。谁他妈交流病情的时候戴的东西？好了，这个帽子能 拍个 vlog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还真挺喜欢这顶帽子的，这顶帽子质感特别好，你们懂吗？我感觉挺贵的，感觉林立花了血本。我觉得我不知道它什么，它摸起来感觉就质感特别好，就很挺阔的一个猪头帽。好嘞，哎呦，我把麦拿起来，哦，这个是羊毛的，哦，羊毛毡对吧？是毛毡，是别是你自己戳的吧？知道我头大，故意戳大一点的吧？这是不是羊毛毡？不是，我真觉得我戴着挺好看的。你们懂帽子这个东西吗？就帽子这个东西，不是说现在外面流行什么，就那个帽子跟衣服啊，还有很多东西不太一样。就是帽子最好是就是讲不清楚的，就你凭感觉，有可能是一顶花环，有可能是就是对啊那种夏威夷风的花环，有可能是礼服帽，有可能是那个就是那种高脚帽。但是你总会有那么一顶帽子。它不配你的任何衣服，但你就觉得它属于你，你们懂这个感觉吗？我就感觉这顶帽子就是属于我的。好了，谢谢老林林，那么多年没白认识啊，果然还是很了解我。不懂吗？等你们遇到自己的帽子的时候就懂了。
我们都这个适合戴个头套，可以配睡衣。我不会头戴电饭煲。好了好了，小黄瓜病情持续很久没有？我是认真的，就有时候你们像裤子这个东西，它是需要穿裤子版型贴合自己的身材的，那么有可能这条裤子你不喜欢，但是它穿在你的就很合适，你知道吗？裤子跟帽子是正好反的东西。对，那可有些帽子看起来就人家都觉得很丑，或者是都怪怪的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但你就很喜欢。然后帽子是可以这样为所欲为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，对吧？有很多人不喜欢绿色的帽子啊，但是也有那么一小部分怪怪的人就喜欢绿色的帽子，就你知道吗？就头上不带点绿就浑身不舒服。好，这个先拿下来，展示完我的小帽子，还有个头套，晚一点再拿出来。对，跟着帽子放一起来，还有个头套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开始今天的放松时间吧。是我的礼物盒子坏了吗？为什么开播的时候丸子送我的么么哒，现在还是丸子送我的么么哒？你们包裹里的小道具呢？好，那个开始做放松之前，先问一下，今天有没有要上传的小伙伴或者要续传的小伙伴？谢谢小黄瓜的娃，真不是我的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不是你的，你每天都要进来说一遍。谢谢你的礼物，砰，心态爆炸。谢谢桐叶风铃的门票，还有武汉六角亭精神科陈俊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把名字都写上去了，你一定是认真的吧？之前我直播间真的有一个精神科的医生，长期看我的直播，然后就是他每次都会跟我分析一下我的病情。以前是真的有一个，现在还有吗？现在直播间还有真的精神科医生看吗？有时候看到一半会说他要去忙了，然后他疯了，不知道，反正后来就没见过了。可能他觉得就是我病好了吧。这个 BGM 好温馨啊，也只能温馨到这儿了。我要给你们放你们的属于你们的 BGM 了。老规矩啊，在边上干嘛？今天我要戴着这个帽子播吗？睡什么觉，然后一边跟着抖腿的，肯定有。就你们讲这种话的人，其实现在腿是抖着的，一边抖一边嫌弃我。你们就不能诚实一点，直面自己的，你知道吗？
你们要诚实一点，直面自己的那个感觉。不是，是木头。哎，我也看到了有一个小伙伴，啊，有抖腿的，然后还有一个 ID 我就不说了，他的舞蹈动作基本就是顶了三分钟的胯。这个小伙伴，你的胯很灵活，但请不要顶了，换个动作。谢谢麦芽糖，谢谢麦芽糖。我在想要不要带着，等一会儿再带吧。带个，其实我是负重120公斤顶的胯，负重120公斤顶胯，你在日常啊？啊？你在日房量啊？不重，搞好了，不说了。说多了容易掉粉。我看了一下我最近的直播录像，然后的的确确话偏多了一丢丢，一丢丢，对，就一丢丢。嗯，所以呢，主要是有很多人在这里聊得太开心了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呢手上的动作少了一丢丢。今天主要是要注意一些，聊归聊，然后呢，还天天去我店里了，快乐，谢谢，然后那个，哎，我刚说哪儿了？妈卖批，哎呀，我这记性，谢谢聊不动直男，我刚才说什么？
信任我一次吗？因为想聊天的进来必定会发个弹幕，打个招呼，搞个事情啊什么的，对吧？挑个话题，但是进来有牌子的，说明常来，常来又不说话的，说明是真的来睡觉的，是这么个逻辑吧？我觉得有可能不是，有可能是太懒了，懒得打字。只要不说话。
里面有一种叫那个钢绒猫，就是钢铁猫。硬的蛇，你怎么撸它都没有反应，然后要
关起来。是他妈刹车声，但是我今天在那边搬，就一直扶着那个蛋，暖了半天都没有任何反应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错了。不是绑定啊，绑定窝在我的枕头上睡得呼噜呼噜的，不是绑定的，什么声音啊？听起来像猫咪叫，会不会我家门口有猫啊？在我的枕头上，我睡得呼噜呼噜的。我狗有可能，我家对门的好像养了条狗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狗。以前我家绑定都很喜欢待在门口的，因为家门口有个地毯。
Zodiac 的李华，谢谢仙丹。
声音比较响，要先习惯一下。刚是那边，现在把这边凑过来，就这样凑过来，快点。现在慢凑过来。我楼上的在打篮球吗？谢谢。谢谢香蕉的饼干。
我以前都是两下就不行了，大概是最近就大概是感冒好了，然后身体好了，身体好了就持久了，应该跟我感冒好了之后身体好了有关系。是我今天收到帽子的时候里面的另一份礼物，见过本人就长这样，过分了。来给大家听一下他的声音，我现在拿脸蹭蹭你。前两天不是说想要听麦的吗？然后我试试看，小可爱，小可爱，今天过得好吗？没有我的陪伴，是不是很寂寞呀？啊，你怎么说人家害羞了？挖到我眼睛了，谁那么表演个挖鼻孔就挖到我眼睛了，你就很烦，可以了，我们继续。真希望每天晚上你都在这儿。
改天给他化个妆吧。我操，差点闷死在这个头盔里。啊，这东西好闷啊。对，这是今天收到的另一份，就是一份礼物当中的另一个。我感觉需要给他化个妆，化个妆之后再用，不然的话就表情有点冷，对吧？改天吧，改天我给他先化个妆，我给他戴个那个像我一样把头发扎一扎，给他戴个假发，然后给他扎个小蝴蝶结，让看起来可爱一点。谁素颜在那边撒娇的呀？肯定是要打扮一下再撒娇的。我不该直接用，我应该给他打扮一下，再冲一波，冲一波要礼物的呀。麻烦芋头主播出一期投稿，谢谢。哦，我想想啊，四皮今天生日吗？祝小黄瓜脚趾间的死皮生日快乐，祝我的死皮生日快乐。哎，谢谢小孩还有105，谢谢小孩105。哇，好多门票啊。晚上好，小孩。谢谢。
这种设置啊。谢谢四八幺的么么哒。以后不开了，我等会儿想办法把这个组件删掉，人气化呗，以后就不开了，什么情况都不开了，不就行了吗？谢谢我球迷的吃瓜，谢谢有个索多斯，已经到家了，邻居关过门了，放心吧。这个发型太乱了，我还是把帽子戴上吧。
所以只能今天我到现在翻过车吗？还没翻过，我觉得可以转录播。但是我发现个事情，录播好像不能经常转，要偶尔转一下。因为我现在发现吧，有很多人看到我有直播录像，他们就不来看直播了，他们都是吃饭的时候，就晚上根本就不进来，然后白天吃饭或者是就是在坐在公交上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再开始看我的直播录像。我是真的发现，我起码有几个见长自己都跟我说，主要看直播录像。然后对，所以我在想个问题，我是不是应该永久取消掉直播录像这个东西？不然的话，其实影响挺大的。大家，而且就是我现在自己的见长都有好几个是这样的。上传不花什么力气。
喜欢等一下。为什么都要跟我讲说是我播的太晚了，建议早一点，
谢谢啊。煎小黄瓜就像睡的举杯见长。谢谢。
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，或者说是跟大家就分享一下东西，我也不太愿意去做模拟情景，因为如果想知道我模拟情景有多尬，可以去看看我那个卖蛋的视频。你们每个人都跟我说那个视频挺可爱的，那个视频是我点击量最少的，就是后半段视频里面点击量最少的，可爱可爱个狗吧，天天搁这儿骗我，天天骗我，想让我做点尬的事情。
下来，把眼睛也闭上吧。把眼睛也闭上。闭上眼睛，要一边配合呼吸慢一点，不然眼睛就会一眨一眨的。
起来一下，把自己先往反方向换动，自己想办法好吗？自己想办法，这种要我来吗？不对，躺在竹筏上的小伙伴们，就不要幻想前面有瀑布，但是一条无尽的绵延的
到自己发出了孜然味的。还有顺着河不知道飘到哪里，反正已经把自己火化了的。你们是认真的吗？还有被食人族抓的。说完，你们如果还想做这个的话，下一。